美综合报道，女星丫头陈子晴从节目我爱黑色会出道，甜美外形及诱人娃娃音深受粉丝喜爱。丫头时常在社群网站与粉丝分享生活，日前她透露不小心毁了自己最爱的衬衫，却意外曝光火辣身材。丫头身材虽然娇小，但拥有傲人上来及修长美腿，她也不吝啬与粉丝分享美照。日前她在 IG 表示，把最爱的衬衫毁了，明天再去买一件一模一样的，希望还有货。只见照片中，她戴住黑色帽子，将身上所穿的衬衫褪至肩膀，露出衣服里的黑色内衣，虽然长发遮挡在胸前，仍能隐约看见白皙雪乳，若隐若现的模样更加引人遐想。性感画面让粉丝大饱眼福，直呼毁后还是好性感，我还以为原本就是这样穿，毁了的能送我吗？丫头时常分享美照，摆设自丫头二季丫头穿起毁掉的衣服，好身材全都露。白色自丫头二季丫头拥有火辣身材，白色自丫头二季。